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要来锻炼今早起要唱的诗歌。第一首是《神圣诗》，第150首。我来亲近耶稣，我来亲近耶稣，伊的赐大福。心内若有悲伤，伊予我快乐。咱做伙来吟第一节甲第二节。神圣诗第200首，天顶讲起上帝荣光，天顶讲起上帝荣光，光充宝容主教堂，日暝三煞，无言无语，传出财物真丰富。咱做伙来吟第一节甲第二节。祈祷者，请公信牧师带咱来做礼拜前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天父，愿你保守看顾阮的心神意念。阮人已经到礼拜堂中间，阮着珍惜将阮的心神仰望伫你，专心致意，嘛保守。不管什么原因，还未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看过因的路程，紧紧到阮中间，予阮准备心敬拜你，予阮将荣光归伫你，愿你圣神到阮同在，奉最后所的名祈祷，阿门。
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褒扬伊的所作，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舞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啊，欢迎大家来参加今仔啊第二堂的咱的啊聚会，请大家起立，到阵来吟诗。信息150首哈。大家有缘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路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临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信道相通，做赦免肉体国话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到阵来祈祷。主必听阮的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带领阮有机会来教堂，也是用网络来敬拜你。父上帝，你找你的圣子来到世界，代替阮受死，定十字架拯救阮，予阮无因为阮家己的罪来死，是因为你的宝血来成做新造的人。求主赦免阮所犯，无管是故意还是无故意的罪，洗清阮。予阮成做你所用的器具，主耶稣，
感謝你賞賜我們寶貴的救恩，讓我們成為你的兒女，賜予我們每天有夠夜的穩定。我們要感謝俄羅斯，我們特別感謝你讓台灣的疫情控制頂頭得到好的進展，生活慢慢恢復正常，大家可以照順序來注射這個疫苗，大家遵守規矩來防疫，這是你所賞賜的穩定。我們繼續為了全世界這個病毒的疫情來祈禱，我們願望疫情結束了，上帝的醫治和拯救由我們跟大家全世界破病受苦的人同在。我們繼續為了台灣目前受到中國武力的威脅來祈禱，求主賞賜穩定來保護台灣這個自由的土地。我們感謝主，讓我們教會上禮拜中集的改選順利完成，求主帶領新的中集盡心愛主服侍榮耀主的名。我們為著教會在十二月二六要舉行的洗禮來祈禱，求主感動會友來回應，並且決志成做你的信徒。也為著教會今年聖誕節準備的活動和練習節目的安排，求主來帶領，這當中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可以成做好的見證。在這裡也特別為教會會友中有破病、有在治療中，或是親人過身的，願上帝主愛和穩定充滿醫治和民同在，成做他們的安慰和幫助。求主繼續來祝福和看顧陳光成牧師的身心靈的健康，在教會的服侍成做萬人的祝福，也保守南方教会要进行的事工有功效，可以见证主的名，他的牧会也有满满的稳定和力量。愿信心充满在我们当中，求你分别做圣，在这做工。愿我今天的敬拜真多香香的祭献给你，求你感恩。愿同心感恩来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坐。我们到庭来启应，启应文34篇，诗篇146篇，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唔通挖苦君王。因一个回去就归土，靠雅各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米。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上主偷放受关押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以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就称赞上主。过来，咱请咱教会南下西班来献诗，万行代志妥当了。
咱到底来读今仔个经文，箴言三十章第七到第九节。我求你两件事，伫我未死的代身，唔通无乎我。求你予虚假甲白贼离开我远远，予我无丧香，也无好业，用所着用的美娘予我食。惊了我爸就袂认你，讲耶和华是治罪。搁惊了我丧香就偷摕，得到亵渎我的上帝的名。过来请本会陈光成牧师来正道。今仔的题目是求上帝的两件事。咱做伙来祈祷。听完阿爸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愿你圣神自己对我们讲话，对着你的话，听的讲的拢真实明白。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这两年因为肺炎疫情，改变真侪人生活的款式，嘛搁较凸显多元的声音虽然重要。但是无栽培甲真理，众人会陷伫困境中间来遭遇灾难。去年疫情当拄啊开始拓开的时，严重亚洲局势，我相信大家人印象拢应该最深的。伫意大利有一个中国人，伊推广，伊讲我是中国人，但是毋是病毒。这个活动来化解疫情初期众人对着中国人的惊吓，甚至有一个中国人，伊无戴嘴罩，伊讲，请甲我揽一下，我是中国人，但是我毋是病毒。伊得到真侪意大利人热情的笑揽，毋过了后，意大利这个所在疫情变作非常的恶劣，虽然无通证实直接的关系，总是。这成了真多公共卫生教育重要的所在。毕竟无戴嘴罩，佮毋知影家己身躯是毋是有感染病毒的情况，遐尼近的距离的接触是非常危险。美国嘛有发生，伫个一个食饭馆的头家，伊坚持要入去遐食饭的人客，拢一定要戴嘴罩。毋过有一个查甫的人客。伊讲吼，伊有无戴嘴罩的免毒管，甚至伊咧讲话的时阵呢，三不五时就听出伊戴的穿。总是啊，这个头家非常坚持。伊讲病毒较无必管你有穿无穿，伊要求这个人客，你若是无戴嘴罩，就是袂使入来。事实上，有真侪人表示一个概念。伊认为戴嘴罩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对伫防治病毒传染无特别的功效，所以发起拒绝戴嘴罩的运动。这样的声音伫日本有，加拿大伊抗议的行动内面，甚至有人明确讲，病毒造成的伤害，佫不如限制病毒相关的这个。政策造成众人伫心理、经济顶端的损失更加大。结果，嘛有人认为爱的人戴嘴罩，迄个亲像纳粹的时阵强迫犹太人因爱佩戴大卫之心，对人民的自由有真大的伤害。每一个声音其实拢非常的宝贵。尤其是讲到这个人人生的自由，讲到这个嘴罩对人的这个束缚感，对人的压迫，甚至对着病毒的惊吓，无应该加在人的身躯顶端，造成对人无好的一个看见，甲人看无，安尼是无应该。
即个论述拢非常的实在。毋过对伫无有情感、无有人权法律概念的病毒，即个论述一时间就显得拢失去了意义。事实上，伫咱生活的环境内面嘛是安尼，咱充满伫真侪的声音内面。每一个声音看起来、听起来拢足有道理的，每一个理论也有足侪专家伊咧讨论。只是咱伫这所有的声音内面，咱要找出迄个通相信的。毋过常常咱会发现，上尾啊咱相信的，阁无一定是对的。伫资讯遮尔大个世界内面去找找会当信个物件，对真侪人来讲，这是一个足大个挑战。甚至真侪人甘愿选择一个立场，毋管是政治性、权威，也是简单对某一个发言人伊讲个话绝对相信，因为伊对伊有好感。反之就是，无任何的条件，只要是伊支持的，伊讲的话拢信。用这个方法来降低家己打蛇的感觉。不过这样的做法真正是好的吗？今仔日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宗教改革500多年来，看起来最先的是对的基督信仰论述的调整，其实更加重要的，其实是对伫信仰诠释迄个讨论甲追求。500多年前，天主教会的教宗伊拥有信仰绝对管解说的这个权利。这个时刻，正人无机会家己去读圣经，伊竟然当听到迄个伫个主礼礼拜主礼者。用可能连主理者自己都无足熟的这个语言，透过礼仪来建立一个敬虔的信仰模式。其中，占有教会权力的人，因为人的软弱，开始改变真多对的信仰的论述。一来是因为安尼要管理教会较简单。再来呢，也是要把这个信仰的概念用简单的方法传给众人。对好的部分来看，众人无需要经过复杂的学习和思辨，就能足紧的建立一个和上帝的信仰连接。对的，无好的一部分来看，迄个看到，咱永远都惊当看到咱。理解片面的上帝，咱今日看到某一挂人认同的上帝，因为安尼对的上帝丰富多元，也是无同款的面相，也是因为咱的限制看无清楚的所在，咱拢看袂到啊。真做一个，就成个只要我用上帝审判的大刀，四过来劈台。会当甲遐个讲无共款话的人，拢抹住共款。咪是安尼，教会正做一个修炼人才宗教系统，减少了真实甲上帝的关系，陷入伫先知所境界处境，犯了耶稣时代宗教领袖所犯的错误内面。事实上，马丁路德伊无算是宗教改革上早的人，伫伊进前嘛真侪有对信仰无共款看法的声音来出现，总是遮个人足紧就去用台死。因的前辈有足侪人，其中1380年将圣经翻译做英文的这个 John Wycliffe， 便是真侪人拢敬佩的存在。毋过，今仔日咱回来讨论对的马丁路德所调整教廷一个代志来思考，为什么伫信仰顶端认真学习建立思辨的过程是遐尼重要？咱拢知影，马丁路德对的教廷提出95条论纲中间对的赎罪概念的讨论，
正做规个宗教改革运动非常重要的论述，其中对伫赎罪券的讨论，佫较是予真侪人印象真深。今仔日咱咧讲即个赎罪券，咱就感觉啊，迄就是一个做无私、一个人才、一个行动啊。毋过事实上，咱讲的迄个赎罪券，不只是教会收敛钱财的规格，乃是某一部分，伊嘛真正伫对伫体贴正人性命两者的需要。咩人讲？当时咱了解，迄个时阵的人，大部分的人因无教育的机会，得到栽培的曲折甲培养，特别对伫圣经的了解，因非常的粗浅。正人对伫信仰的理解，常常拢伫个教会传道者用几句圣经，甲一寡个人的生活的一寡理念、意见、经验来分享。除了家己来解说，规个教堂所有的迄个世界观，嘛真侪只论述的限制。总是因为安尼，所以人要对只话来理解，只是用讲的，会感觉无够趣味，嘛无够真实，无法度挖掘生命真实的需要。这个时阵，教会艺术中间，圣经故事用图画给画出来，甚至起着一个足大足尊严的教会礼拜堂，就真多正人透过安尼来理解上帝非常重要的方法。唔过啦，要起着足大间的礼拜堂，也是要画足水的图画，迄需要非常多的人，甲非常多的钱，无同款所在教团，因为彼此因可能嘛有一挂竞争的关系，佮有因特别对伫上帝敬拜，因无愿意用较无好的方法、较减钱的方法，也是较无使用资源的方法来起造上帝教会。这个时阵，有几个替代方案。概念就出现了，一开始便是为上帝做工这个概念，就是讲，伊认为啊，恁大家人吼，不只是平常时的生活，那么按有一段时间分别做成，给上帝来使用，为上帝做工安尼。所以呢，准讲恁若真正无用到无时间，不要紧，你改换做金钱嘛是会使。甚至透过为上帝做工这个概念，教会得到真多人力，得到真多钱财。不过，这无法度解决复杂人际活动。其中有人因亲人无法度工作的时阵，要安怎做？其中有一挂人对着因亲人过身所犯的错误，想要弥补，这要安怎做？这个时阵。教会开始加添一个系统性救赎的方法，也是因为安尼，赎罪券这个概念慢慢啊发展出来。有教堂的认证，证人通透过钱，透过这个用纸给你看的证明书，和迄个看未到的罪，这个概念有明白对外的关系，嘛，让真侪人透过这个行动得到。安慰甲祈祷，事实上到今仔日，足侪人阁是咧问这个问题：我的厝内的人过身啊，但是伊还未得到救赎，啊，我要安怎？尊公，你若对伫圣经有研究、有了解的人，你得了解，这个问题是上帝的问题，唔是咱的问题。上帝要救谁？要安怎救？迄伫个上帝伊个主权，咱若真实愿意，咱身躯边个人得到救，爱伫个伊活个时阵，透过咱个生命，予因看见信仰基督个美好，并因为安尼被吸引，乃毋是咱想要用啥物对外个关系，透过安尼得到上帝稳定，这是无可能个。
宗教改革正是对着人创造这个赎罪系统的调整，嘛将读圣经，和正人家己来认捌上帝，安尼的这个过程，甲这个应该有的责任，对着人个教会，清清楚楚搁纠正来人甲上帝之间。透过安尼说明，咱会发现，生活是非常实际。总共若对着上帝的信仰，起坐伫茫茫渺渺信仰的论述中间，正人可能永远都无法度认捌上帝。毕竟咧讲，哇，上帝有偌大，有偌勇敢，有偌好，迄都无法度去回应正人生命内面非常多的需要。总共伊这个需要，咱拢无法度去面对，搁较美好的论述都无法度予人认同。牧师真少用箴言叫做讲道的经文，因为箴言充满了信仰前辈人生的智慧，则看起来一句两句智慧的话，却活大拢是经过非常深的生命历练才体悟出来。那想要用我这浅薄的信仰的生活经验来分享，迄真正非常的无简单。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却是对我的信仰历程中间非常重要的提醒。咱来看，伊讲我求你两项事，伫我未死之前唔通无予我，求你予虚假甲白贼离开我远远，予我无善食，无好食。求你加大赐我高雅美娘，免得我那巴族煞唔捌你，讲上主是啥人？佮恐惊我善食会偷摕，直到亵渎我上帝的名。这个所在，咱看到有虚假，中文写虚假这两个字，其实伊相关介这个字同款的字哦，放伫个无同款的经文，伊个翻译有无同款的意思？佮有这个字句的所在，咱通做伙看。出来记记二十章第七节。唔通滥散称上主你的上帝的名，这个所在滥散。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一节，唔通对人散布谣言，这个谣言。生命记五章二十节，唔通做假的见证，假的见证的这个假这个字。马拉基书三章十四节讲，恁讲。服侍上帝是无路用的，这个无路用，这个字，咱通知，这个字的意思有假、滥散、谣言、空空无意义、无路用的意思。另外一个字，伊讲叫做白贼，讲白贼话，其实伊的原文是两个字所组成，一个字同款，其实嘛是白贼啦，总是伊另外一个字的意思哦，通有讲话。也是讲话迄个话，也是事实、缘由、言论、命令、行为、事件，嘛就是讲这两个字啊，组起来的意思，通理解叫讲假话、无真实的代志、欺骗的命令，也是行动。透过安尼，让通理解，这个智慧者伊所求的第一项代志是求上帝保守。唔通予伊伫迄个空虚、虚假的欺骗中间，佮有唔通予人错误的行动来影响误信、错误的信息。唔知大家人听了安尼解说，你是毋是有足清个？对呢，我即马就是这种感觉，的迄个感觉咧。迄个毋是伫个咱的日常生活中间，你一拍开电视、网络、手机啊，就退落啊。你得爱逐天面对的代志咧。智慧者伊第二项祈求的代志，简单对咱来讲非常足好理解，就是生命中间上基本的需要，无够伫欠缺，以免咱因为过度欠缺，行事偏差。请注意，
这个智慧者，伊伫对上帝的祈求内面，伊足清楚的指出，爱人伫完全软弱中间无犯错误，迄是足困难，甚至是无可能的。伊只通祈求上帝，唔通予安尼欠缺发生，予人伫有限的力量中间，无够伫做出偏离上帝心意的代志。是。信仰就是和你挖滚咱的生活，譬如伫伫即个身躯软弱的需求中间，咱来看耶稣的行动。伫马可福音记载，过无几日，群众搁大聚集，因无虾米物通食，耶稣就叫门徒来甲因讲：我可怜即阵群众。因已经甲我做伙三日，即马无物通食。我若予因摇摇动去因的厝，因伫路中会晕倒去，因为因中间有会住伫真远。耶稣怜悯人身躯的需要，并无直接打发遮的人离开，讲啊，恁得爱凭着信心平平安安回去啊。唔是呢，耶稣无爱因家己想办法去用物件食，耶稣是注意到因的软弱，主动供应欠缺的人的需要。真侪时阵，当人咧讲迄个信心的功课，但是咱嘛通看见，当身躯软弱、信心无够也这样的现状，事实上是存在伫咱中间的。智慧者对着伊对上帝祈求内面明白祈求，无送香嘛无好嘢，因为伊知完全的欠缺对人的挑战伤过大，但是伊嘛明白过头好嘢会予人因为享受来失落伫上帝稳定中间。接著咱来看，安尼虾米是真实的？咱等到智慧者所祈求的第一项代志来思考，智慧者伊到底是咧甲上帝求讨虾米咧？这幅图是日本的插画家，伊的作品常常拢有对即个现代生活所发生的代志一个思考，一个反省。咱看了这幅图，伫即个光光照的所在，即个查某囡仔。看起来是非常的清雅，非常的水古锥。伊头前的物件嘛，看起来非常的好食。总是你看起来伊安尼欢欢喜喜，踮遐自拍咧翕相，咱通想象，小等伊得把这个相片发伫个网络顶端，所有伊会当发的所在，予大家人看到，伊是活那古锥，活那欢喜咧食好食的物件。总是咱看这个图边啊，其他的所在咱通看起是暗摸摸，阁非常的泰哥，甚至伫看起来做好食的点心边啊，伊的桌啊顶悬，其实是非常阿杂，非常的混乱。什么是真实？是这个查某囡仔伊所传出去的相片是真实，也是伊即马伫个迄个垃圾的房间。是真实的。这个世界足喜欢看到光明、看到欢喜的所在，所以每一个人拢足喜欢伫网络顶端弹出啊、去美好的旅行、美好的食物、美好的风景、美好的消息。痛苦无好的物件，大部分的情形，人是袂予别人看到的，因为这一切遐尼无好，敢讲我无好，该甲全世界讲。我即马足惨的嘛，事实上，你乃看到有人伫家己即个网络顶端弹出讲悲惨的消息，马上得叫人挑战。哦，你是要得到人的同情吼，还是你要敲找甲你同款问题的同伴啊？结果，咱会看到，咱就想要看到一个消息啦，对不对？但是这个消息真正的内容是啥物？其实咱阁是唔知道。将一阵时间，咱知
咱台湾国产的疫苗已经开始咧注射，各种的言论挑战拢有，有攻击的，嘛有保护的立场。24点钟，你只要新闻拍开，电脑拍开，手机拍开，你拢会看到各种媒体用无同款的论述咧讲。最近美国有一个新的政策，讲若要去入美国的人，你拢要有完全的疫苗。其中啊，未去予美国接受台湾国产的疫苗，哦，各种讨论的声音，差不多你真正是许大轰炸，你看都拢看袂了。牧师，我们是医疗专业的人，我无法度对伫这项议题有更较大的分享。总是我对三月份开始看到台湾有世界各国的疫苗慢慢啊入来，当众人开始大范围咧讨论这个代志的时阵，咱会看到这个讨论，不管是对伫医疗的效果，也是伊的风险。哦，真正我心内咧想呢，咱要相信什么，还是不爱相信什么？到底是我靠什么啊？是迄个医疗专业人员所讲的话，也是迄个政治的立场，也是媒体所赐予咱遮遐的资讯。关于疫苗，唯一通出现的差不多，大家人普遍会当认同的代志是，唔管倒一个疫苗，拢有风险，拢有死人。总是听到顶悬嘛是有路用的哦。在这个紧急的时阵，全世界愈侪人注射这个疫苗，这个疫情会哪来哪稳定？是听起来，像我讲的这段，应该大部分的人拢差不多普遍认同吧。唔过同款，阁是有人无相信。我唔是这个专业的啦，所以呢，我真正无法度加讲虾米。但是透过这个实况，咱通明白。不管事实是什么，因为影响人理解代志的物件太多太多啊，甚至有人会因为伊个人的利益，放出错误的消息，予咱听，予咱看，咱就更加困难来分辨，甚至无法度来分辨，无法度来确信什么才是真的，敢毋是咧？约翰福音18:38。彼得多讲一句话，非常非常的真实。伊讲真理是啥物？我之前有甲兄弟姊妹分享一个实验的影片。这个影片是安尼讲，伊讲的这个实验内底，其实是放一个短短的这个影片，内底有穿白衫的人咧打球，有穿黑衫来打球。到尾呢，这个实验的人，伊的主持人，伊会对这个看影片的人讲。稍等，你看这个影片，你注意到迄个穿白衫的人，伊把球弹出去，弹出去，搁接，弹出去，接，看伊弹出去，搁接几遍。所以呢，这个被实验的人，伊会足认真看这个影片，看了以后，人会问伊讲，所以你看到伊弹几遍，伊会足正确的讲出正确的数字。总是咱即马看这张图，造出足奇怪的大猩猩。为什么？因为这个实验在做这个，就是当这个实验者问这个在算的人讲：“坦多，你看影片有看到什么奇怪的物件无？”伊讲：“无。”你有看到大猩猩无？无。啊，不过呢，在影片中间，你若是好好去看，你卖去算迄个球，你就会看到一群人在那算球，到尾一个大猩猩走出来，足奇怪。这个实验，让人注意到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明明一个足奇怪的问题出现，但是你的注意力无伫遐的时阵，你根本就看无啊。伊伫你的反应中间出现哦，总是你看袂到。第二个，咱看另外一张图，这个图呢是在讲日本北海道这个所在，因为伊过去伊的温度长久以来拢是较低。所以活在这个所在的人啊，平常时因较少，甚至有人听讲，我家己是无去过，讲无看过家雀。所以呢，这个记者摕家雀去予遮个所在人看，哦，因的反应甲常常咱看到家雀的反应无同，
大部分人，咱这种用看家族看出侪人，看到拢是大叫大惊，伊可能穿衫创啥，叫家族惊过。总是因的反应，唔是因的反应，就像个你咧看草蜢啊，还是你咧看啥物特别的虫同款。哦，因为人讲看起来佫真古锥呢。比拉多咧问，真理是啥物？迄个亲像这个世代认为无真理同款，事实上。就算说有真理，当我们专心在我们的欲望，我们看不到，当我们没有那个经验，我们没有熟悉真理，就算说清楚明白顶现上帝丰富的面貌在我们的面头前，我们同样是看却看不到。也因为这样，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声音愈来愈多，白贼话、假话、假代志，一直发现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差不多会变作根本的唔知影要相信啥物啊，唔管啊，对也唔对，我拢无爱信啊。咱差不多除了家己，就先无想会当相信啊。有一挂人搁较辛苦，伊连家己拢无爱相信，因为这个世界的白贼话坐到足侪人。自己说白贼，自己也相信了。尊说，我们没法度专心在上帝的带领，我们有更深的认识和思考，智慧者他所说的欠缺，的确大大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因为欠缺，我们的眼睛没有时间专心对着上帝的带领，就亲像坦头我讲的，咱咧算迄个球，算算一直算落去，却无看到其中行过迄个大猩猩。咱常常予咱家己投入生命的迄个危险内面，一边咧话讲我伫要死啊，一边却向迄个所在行过去。咱无法度专心伫上帝话字甲书边，咱只通陷入伫更较侪白杂话甲创恶内面念命。那讲医疗的专业，咱无概念，人讲虾米，咱就听虾米。安尼上帝话咧，咱是毋是真侪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咧？敢讲咱毋是军队耶稣来学习？大家人拢真做军队耶稣的专家吗？是，我要提醒，唔是因为我是牧师，我就甲人讲，大家人咱来做基督的门徒，唔是啊，是当咱当初选择要真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咱就已经家己决定要真做基督的门徒啊，敢是？咱唔是信仰的追随，追随者。咱不是相信上帝耶稣这个神明啊，咱是军队基督的教导，认识创造天地上帝丰富，然后透过咱一世人来回应上帝号召。这样的军队不是叫恁大家人拢爱去读神学院啊，大家人拢爱做传道人啊。咱是咱大家人认真伫家己的生活内面，透过对伫上帝的话理解，实践伫家己的工作内面、生活内面、人生中间。嘛，因为对伫上帝的话理解，咱就算讲对伫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代志，有无同款的看法甲论述，但是拢袂偏离。对着上帝带领，尤其因为咱家己得通读上帝的话，对着这本圣经，咱得通家己读哦。咱看到的是同款内容的圣经，无有人会当讲白贼改变创造新的价值。事实上，可能咱会感觉无呢，这个解说圣经的范围好足多呢，四界拢是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会明白
受上帝灵感写的每一卷的圣经，对着驾驶多吉，以及予人咱真实来认捌上帝的话，拢是有利益的。事实上，尊公，咱阁认为礼拜日来做礼拜，听牧师讲讲的，咱就通得到启示，这真正是无够个。智慧者甲上帝祈祷求讨两项代志，一个是无受欺骗，无伫空虚中间；一个是无欠亏，无过头好个。那是咱无法度家己伫上帝话内面追求，迄是无简单得到，甚至无可能得到，因为无有任何的权威大过上帝家己。追求权威，只会予咱重新陷入伫以色列因个国家失去的即个困境，耶稣时代错误宗教改革时期的即个混乱内面，尔尔偏离了上帝，咱的真正伫个今仔日台湾的社会中间，什么拢无啊？我相信，咱今仔日伫台湾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你已经看清楚一项代志啊，就是你知捌足侪啊，你知你听到你明白的物件足侪啊，甚至足侪人对同款的物件有无同款的解说啊。总是，当你有知识，你会当有家己的想法啊。唔过你若无咧，人讲啥物，你就通听啥物啊。因为你无法度做任何更加明白的决定，敢毋是？虽然因为疫情的原因，教会圣人主礼而暂停足长一段时间，但是鼓励各位兄弟姊妹，家己来读圣经啊！迄真正是一群人，咱愿意做伙来读。迄就亲像你若要运动、要减肥，你一个人要运动可能较困难，一群人做伙会较简单共款。咱需要更加多兄弟姊妹愿意投入，咱做伙。同时，咱需要足多人的时阵，咱嘛的确真正需要。尊公，咱中间有一寡兄弟，你对圣经有一寡了解，你愿意出来带领其他兄弟做伙来读上帝话，帮助咱的兄弟姊妹对着上帝话有更加深的认识。讲到这，我欲特别分享一件代志，迄就是咱这几年啊。当年我相信咱拢有听到对伫儿童主礼学新的老师的招募，事实上，当年拢非常困难，因为当年愿意加入来的老师无超过三个，甚至无半个。现任的老师因非常尽心尽力，大部分的老师因教主礼学上无拢超过三五年以上，搁较长的嘛有。长期的付出却无通休困的情况，助理的老师愈来愈少。咱若无注意到这个情况，咱会发现今仔日看起来无个进步宗教教育，会予咱明仔失去了健全的后一代。咱有真侪囡仔高中以后，就差不多拢无稳定来教会，甚至上大学有课业、社团、各项的活动。已经失去了对信仰的认识，甚至叫主日来做礼拜，来得去，做成了咧完成一个礼仪，就亲像过去天主教会同款。伫这样的情况，咱真正爱看的，真言智慧者的提醒是换大声。对这礼拜开始，咱开始要招募新的儿童主日的老师，各位兄弟姊妹，唔知咱中间有人愿意上无？你愿意付出两年的时间排上，在这段时间透过助理的课程的准备，你来装备你自己，也通透过对囡仔的教导来启示咱的后一代。宗教改革不是对着这个腐烂教典的调整，伊更加重要的是对着基督军队者的一个调整。过去，只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会记得奉献，会记得听宗教领袖的话。却今仔日，咱大家人拢爱负责任来到上帝的面头前。
过去有囡仔安尼甲我讲，我上帝那麻烦啊！伊讲啥物我听就好啊，敢毋是？为什么要互咱家己当选择有家己的想法？为什么要做汉人队选择，搁爱为遐选择负责任？我想要问，真正上帝讲啥物，你着做啥物？你着愿意听吗？也是咱常常拢只是要经咱想要听的，无想要的，就连接触拢莫接触，因为看袂到、听袂到，啊，着啥物拢唔知啊，敢毋是咧？也是咱愿意摆上搁较大的代价，认捌上帝的话，看见今仔日生命的释放，用咱一世人的困难去回应、去实践，并且去选择咧。看见上帝丰富的美好，搁较见证宗教改革者前辈所坚持的，当咱大家人拢愿意。家己来敬拜上帝，和上帝直接接入咱的生命中间，安尼咱必然通经历人所料想未到的上帝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来保守咱众人的心怀意念。咱来祈祷，听阮阿爸天父。求你怜悯阮伫你面头前的欠缺。阮伫少年的时阵，阮讲，阮来拍拼读册，阮无时间认捌你。阮伫青年的时阵讲，阮来拍拼工课，无时间来认捌你。到阮年岁较大的时阵，阮讲，阮来照顾厝里的四大人，阮无时间认捌你。到阮老的时阵讲。我老啊，无气力认捌你。当阮一直敲找理由，无要认捌你的时阵，阮就互这个世界欺骗，阮就互这个世界所引传，得离开你。求你怜悯阮的软弱，求你重新起造阮的生命，互阮有气力，愿意不管伫阮生命的任何时刻，拢无离开你的话，拢无离开你的引传。因为阮家己来认捌你，阮家己来思考，阮知总是阮的立场无同。你圣神的引带，必然带领阮众人经历你丰富美好的带领。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咱众人起立，用天顶讲起上帝应经来回应。
请坐，请咱用我的性命献给你，做咱感恩奉献的回应。奉献是基督徒感謝上帝穩定的回應，出於甘心樂意的人要經歷伊豐富的賞賜。咱教會的奉献箱，奉献箱是放在三樓甲一樓，請大家來注意吼。那有要用這個 APP 台灣行動支付的吼，請再掃這個 QR code 可以來做奉献。好，消息報告吼。咱先來看一段影片。
好，咱特别为拄只看即个影片吼，台湾工业福音团契，因个福音个事工来祈祷啦吼。过来，咱有几项消息要来报告吼。头一项是小会个公告吼，中级当选个名单。感谢主，咱顶礼拜真顺利来选出新个中级名单吼，咱家己来看。张老个啊，甲后一爷有即数个。啊，第十一个、十四有三堂的圣餐礼拜吼，请大家预备心来参加。好，第二条，八里区达教会吼参加世界有一个圣餐礼拜的奉献吼。那逐年的十月第一的主日是圣餐纪念的主日吼。咱这个八里区因为今年发生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特别对这个关心台北市万华区的这个有很大影响的这个福音团契来奉献吼。啊，咱教会十月圣餐暂停，所以今仔是特别为这个工服来奉献，请大家来注意吼。第三条是十二月二号有一个圣诞节，有一个洗礼甲转接。甲洗礼合道班吼，啊有几个日期吼，日子咱大家小记的吼。那有心来圣诞节要来洗礼转接的兄弟姊妹，请有备心，甲办公室的俊宏来报名。啊，咱的洗礼一个合道班，拜六上课，日子是十一月初六、十三、二十甲二七，暗时七点半到九点，伫六楼01这个教室来上课吼。十一月二日。拜五进前要交这个见证稿，咱小会门道理是咧十二月初五礼拜下晡一点半，啊，洗礼甲圣餐是咧十二月二六礼拜上午一点。第四条吼，礼庆部的消息吼，咱主要师主吼咧找人来参与吼，拄则咱公信牧师有特别讲着吼，啊，请大家若有这个有备心啊，有心来做回应上帝的呼召。啊，来参与这个教育的事工的吼，啊，请大家祈祷啊来回应，来参加这个师资的训练。这个师资训练是在十一月十三到二十下晡的一点到四点半来举行吼。好，下一条吼，第五吼，会友的消息跟牧师的动态吼，有一个是咱教会这个扬州玉云节的先师杨锦堂兄吼，安息主怀，啊，第十一个初七要举行这个入殓火化吼，请特别为家属来带祷。啊，第二项是咱教会蔡伟伦牧师今仔去仁爱教会来敬祷，愿主保守。第三个是今仔邱淑中柯淑金牧师加李同助理哦，到阵去这个立泽简吼，应该是在宜兰吼，来有一个亚瓦礼拜吼，咱愿主保守，一切拢真顺利。好，咱即马来欢迎新朋友。今仔有一家吼，囡仔是林子恩吼，啊，老爸是林群燕，妈妈是孙良文，唔知影恁坐去倒位啊？咱大家来欢迎吼，来欢迎吼，今天谢谢，请坐。好，他们在找教会吼，所以欢迎大家礼拜了，甲因拍招呼问候吼。好，啊，咱用淡薄仔时间，甲隔壁的朋友拍一个招呼，点头就好吼，互相问安，欢迎大家来啦，礼拜堂做礼拜吼。好，那咱到阵起立来唱祝福切肯的诗歌，神圣诗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咱做伙来领受祝福。愿天父上帝稳定，最后所有的怜悯、信心的大开，咱
甲咱众人三个伫得，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使交代钱，咱有牧长要甲咱斗阵来祈祷，而且欢迎吼，若有要继续留落来参加咱教会即个祷告时光的吼，会使留在即个会堂。啊，咱得应该是五分钟了，够有即个祷告时光吼，平安。